时值东汉末年，政治腐败，世间一片混乱，百姓民不聊生。此时，张角率领黄巾军举兵了。黄巾军获得了对政权不满的百姓的大力支持，反对汉朝的战火立刻就燃烧了起来。 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我等在此义结金兰，立誓拯救汉室，安抚百姓。我们三人不求同年同月生，只愿同年同月死。皇亲后土，请见证我们的誓言吧。 曹操暗杀董卓失败后，艰难地逃出了洛阳，四处躲藏，最终到达了故乡陈留。天不亡我，这次定要举兵讨伐逆贼董卓。曹操声称得到了讨伐董卓的诏书，开始招募士兵，众多勇士响应其号召，聚集而来。 其中也有曹操一族的勇将们。多谢各位的到来。其实我一直期盼着这一时刻，期盼着曹操大人名扬天下。拥有能力平定乱世之人，非曹操大人莫属。夏侯惇大人所言极是。 我等悉听差遣，定当竭尽全力。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就无所畏惧。说得好，讨伐董卓只不过是个起点，今后定要向天下展示我的霸道。 为了讨伐董卓，各地的诸侯都响应了曹操发布的榜文，聚集起来。为了天下百姓，必须讨伐蔑视汉室、专横跋扈的逆贼董卓。在曹操的推举下，袁绍就任了联合军的盟主。我还以为盟主之位，非你这个发起人莫属呢。 袁绍大人是四世三公的名门，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做盟主了。哦，
这样啊，正义在我们这一方，各位冲啊！就这样，樊董卓联合军举兵了，他们势不可挡地攻向了泗水关。击败那家伙吧，交给我吧。臣乃是。面对那样的武艺，任何人都不是对手啊。果然是人中有物，马中吃兔。我还以为都是些胆小鬼，没想到还有一个有趣的家伙。休得胡言！你这个不明事理的恶人，还掩人张飞，要将你杀得片甲不留！你好像多少有些本事，但是靠那种烈马可不行。今天的战斗可以让我尽兴。翼德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这把凶猛的利刃可不会袖手旁观。云长、翼德，我岂会让你们赴死？击退吕布就足够了。云长所言极是，各位赶快攻陷虎牢关吧。其实我非常想向吕布大人引荐一个人。哦，不必多虑，叫来吧。多谢。貂蝉，到这边来。吕布大人，小女子这厢有礼了。王允大人，这位是？这是小女貂蝉，貂蝉，快为吕布大人献武艺去吧。是，义父大人。吕布大人，小女子献丑了。董卓仅带着几个随从就进入了宫门，但是
等在那里的是全副武装的士兵。怎么回事？你们拿着剑做什么？逆贼，受死吧！谋反了！吕布，你在做什么？快杀了这些贼人！我很清楚，逆贼，受死吧！在董卓的命令下，吕布挥下了方天画戟。怎么会？居然对我！你这个家奴！我亲手讨伐了逆贼董卓，各位高声欢呼吧！王允大人，这下董卓终于死了。貂蝉，你做得很好，如此一来汉室就有救了。董卓已死，大家以为笼罩汉朝江山的乌云就此消散，可是为了河北一带的霸权，曹操与袁绍最终在白马展开了对峙。袁绍军第一猛将就是我颜良，不怕死的家伙就放马过来吧。快跑！真是徒有虚名，曹操军不过如此嘛。你是颜良大人？没想到颜良居然会丧命，此仇就由我文丑来报。袁绍对颜良战死的消息十分愤怒，命令文丑出征报仇。据说杀死颜良之人赤面长髯，手持偃月刀，莫非……文丑大人，我也与您同行。随你吧，可不要妨碍我。燃起报仇之火的文丑来势汹汹，瞬间就击溃了曹操军的士兵。你也是来送死的吗？胡言乱语，我要为颜良报仇。那是云长，你还活着？哼！凭借那种城寨就想阻拦我军，如此浅薄无知，真是曹操的作风啊！击溃他们吧！进吧，让他们知道违抗我袁绍是多么愚蠢。
没想到如此厉害，不愧是袁绍。不过只要毁掉那个箭楼就行了。发射。那是什么？可恶的曹操居然还垂死挣扎，哼，给我一刻不停的猛攻。曹操从许攸那里得到了乌巢的情报，立刻亲自发动突袭，火烧了乌巢。燃烧殆尽吧，让袁绍看清时代的动向。那么袁绍，你要如何行动呢？不，报告，曹操亲自突袭乌巢，还放了火。什么？可恶的曹操，立刻前去救援乌巢。且慢，如今敌人聚集在乌巢，此乃良机，我们应该去袭击曹操的大本营。原来如此，有道理。不可，若是兵粮烧尽，那就输定了，应该优先救援乌巢。那倒也是，先突袭大本营。二人的说法都有道理，该怎么做？到底该如何是好？袁绍思来想去，最终决定让全军兵分两路，分别向乌巢与曹操大本营进军。可是前往乌巢的部队被曹操击败了，突袭大本营的部队也败在了伏兵手中。父亲他，别胡说。追溯到几个时辰之前，孙坚带领少数人马追击了来大本营挑衅的敌人。这很危险，您不必亲自追击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兵。被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兵折辱，如何守护孙家的尊严？但是。连尊严都守不住，就没有资格提什么霸业。不好，被伏兵包围了，已经逃不出去了。这样啊，你中计了，孙坚，居然轻易就被挑拨，你也不过是个不懂兵法的有勇无谋之人啊。无名小卒，休要出言不逊！我要砍下你的首级，杀出血路，即使在此丧命，那也是天命。我可是江东之虎孙坚，要活得有骄傲，死得有尊严。将士们，突击！放箭，快放箭！根据在混战中捕获的敌将黄祖所说，孙坚大人的遗体已被送到刘表阵中。去告诉刘表，我们愿用黄祖交换父亲的遗体。父亲所彰显的骄傲，如今的我还没有能力守护。我太没用了，太懦弱了，
啊，父亲，请笑话我无能吧。我孙伯符要磨练自己尚不成熟的獠牙，定要让孙家名震中原。懊悔的孙策将孙坚的遗体安葬后，就投靠到了与刘表对抗的袁术麾下。他的心中充满了激进迸发的怒火，复兴孙家的志向，还有继承自父亲的骄傲与野心。孙策的病情日渐恶化，他自觉时日不多，便将主要人员叫到了床边。然后孙策指明让弟弟孙权成为自己的继承人。兄长，请三思啊，我难当重任。这份重任只有你才能担当。可是比起兄长，我的力量太弱小了。我的才能是杀敌制胜之才，你的才能则是用人治世之才。我与父亲只能选择霸业之路，你却不同。伯父，公瑾，你看，没想到父亲的遗志与我的梦想可以托付给这么多人啊。是啊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，好好休息，伯父。我心有不甘，不过也很幸福。我与父亲兄长他们不同，我并不渴求天下，梦想霸业。那么您想要什么？我敬重黄土，爱惜百姓。我想在孙家的大旗下守护各位，我想守护天下百姓，平息乱世的波澜。兄长会笑我太天真吧？不，他一定会很欣慰吧。江东小霸王孙策去世了，奉行霸道的豪杰选择了他宅心仁厚的弟弟做了继承人。乱世中的一颗明星陨落了，此时另一颗新星闪耀出了光辉。有客人吗？你莫非是刘备大人？幸会先生，在下刘玄德。这可真是失礼了，您再三到访，我深感惭愧。刘备与诸葛亮终于见面了，刘备恳切地向诸葛亮诉说了平息战乱之志。刘备大人忧国忧民，让我颇为感动。不过
您打算如何实现呢？我想讨伐给天下招致祸患的逆贼，谋求百姓的安宁。逆贼曹操执掌半壁江山，您要如何与之对抗？这所谓天下，并非是指中原。将荆州作为飞跃的跳板，总有一天要西进。将目光转向巴蜀如何？只要北让曹操，南让孙权，形成鼎足之势，即使是曹操也无法立刻夺取天下。如果在此期间提升实力，待时机成熟时与孙权联手攻上去，就能灭亡曹操吧。要将天下三分吗？当百姓惨遭曹操大军迫害时，赵云发现了被遗留在战场上的刘备之子阿斗。少主，请放心，定会将您送到刘备大人身边。冲啊！是敌将，杀了他！别让那家伙逃了！目睹了赵云气势逼人的武艺后，仰仗数量的曹操军也渐渐被压制住了。那位将领究竟是什么人？我乃常山赵子龙，绝对不会放过胆敢阻挡少主去路的家伙。还不让开吗？据说此时在赵云单枪匹马击败的武将中，知名者就有50余人。就这样，赵云保护着阿斗，突破了曹操军的重围。为了防御曹操军的追击，张飞独守长板桥静候敌人。后方似乎有敌兵埋伏，不可贸然前进。不，那是虚张声势的计策吧。但是从那个男人的容貌以及蛇矛推测，他就是俺正是燕人张飞。想死的家伙就放马过来。果然是张飞吗？据说这位豪杰可以杀入百万大军，轻而易举地砍下大将的首级。怎么了？是战还是逃？干脆一些，若敢对俺刀剑相向，就绝不会手下留情。张飞大喝一声，宛如狮子咆哮，曹操军闻声丧胆，四散而逃。围绕着如何应对逼降的曹操，孙权的部下们分成了相互对立的降服派与抗争派。降服派的张昭等人看穿了诸葛亮前来是为了劝说众人对抗曹操，便挑起了舌战。能见到闻名天下的孔明大人，真是荣幸至极，我想借此机会讨教一番。刘备大人拥有自比管仲乐毅的孔明大人，却仍被曹操大败，这是为何？高祖曾与宿敌项羽连战连败，却在最后一战中获胜，振兴了汉朝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以局部的胜败论全局，就太过轻率了吧。但是
如今曹操坐拥百万大军，您的说法听起来只是失败者的自我安慰。兵力虽号称百万，但都是乌合之众，明明兵精粮足，坐拥地势之力，却一味主张投降，此等人才让人不齿吧。可是汉朝天数将终，天下大局尽在曹操手中，我们无法违抗他的威势。一派胡言，那岂是以忠孝立身的臣子该说的话？曹操失于汉朝，贪享俸禄，却趁汉室衰微之际欲使其覆灭，若赞同此等做法，就表示你认为只要君主的权势衰退，转眼就欺君罔上也是合情合理的吗？诸位都适可而止吧，你们对客人太无礼了。孔明大人，请您谅解，他们也是担忧天下的未来，可以再次就最近的形势请教一下先生的看法吗？是，我定知无不言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契阔谈宴，心念旧恩。月明星稀，无却南飞。绕树三匝，何枝可依？计策成功了，将士们，让他们尽情品尝烈焰的滋味吧。计策吗？全军出击，不能让曹操活着回去。混乱而动荡的时代始于黄巾起义，在一位英雄与支撑其霸业的众位豪杰的努力下，就此落下了帷幕。
时值东汉末年，政治腐败，世间一片混乱，百姓民不聊生。此时张晓率领黄巾军举兵了，黄巾军获得了对政权不满的百姓的大力支持，反对汉朝的战火立刻就燃烧了起来。官兵对镇压黄巾起义束手无策，不得不请求各地的诸侯出兵。是有志平息战乱，还是对天下野心勃勃？英杰们各怀心思，拉开了时代的帷幕。